周深又被插队，突然官宣音乐节。周深目前虽然还没有官宣演唱会，但是音乐节却已经官宣了不少。之前网上突然爆料出的上海音乐节，粉丝通过套路周深基本确定是真的，而且网上的消息也是满天飞，粉丝们也已经把附近的酒店订爆了。就在大家苦苦等待上海音乐节，卯足劲等着抢票的时候，却突然被青岛凤凰音乐节插了队。目前青岛凤凰音乐节已经官宣，时间是6月22至23日，嘉宾有周深、孙燕姿、窦靖童、大张伟、重塑雕像的权利、二手玫瑰、 Twinkle Star、 闪星乐队等等。这个阵容不可谓不强大，几乎集结了华语乐坛的顶尖歌手，另外还有三大精彩舞台，并在3月31日上午11点18分准时开启早鸟票限量售卖，单日票价是428元。售票渠道有大麦网、青岛凤凰之声大剧院公众号、猫眼演出。另外预售票、正价票、 VIP 票销售时间尚未官宣，据小编查询相关信息，青岛凤凰音乐节官宣不久，其地址附近的酒店几乎已经订满，而且价格也上涨了很多，所以决定去现场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，抢票和订酒店。你打算去现场看周深吗？